那个铁拳我已经替你修好了，别在这趟列队废铁了，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。什么废铁啊？虽然我没法让整个装甲复原，但至少那个铁拳……你们小声点儿，最近公司那么紧。已经6年了，就算你修好了那个拳头，又能做什么呢？都过去了。 已经过去了，老兄，依我看，现在确实还没到时候，再给他一点时间吧。已经6年了，难道他要逃避一辈子吗？怎么回事？ 老熊子也死了，刚刚铁狗啊来面瘫，把老熊抓走了。哎呀，这是老熊的东西，我给藏下来了。搞不懂你们老兵的东西，交给你。这机器还能工作，我看看能不能定位老熊。火炬还是信号？信号是信号，请大家快点。啊，老熊被抓到火炬塔了！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凶多吉少啊！ 我是没听说过哪个荣民能活着离开火炬塔的，这下哪个办嘛？我这就去火炬塔，把老熊带回来。你真的要去冒这个险呢？你知道的，老熊是我在火炬城里唯一的朋友了。这个东西是老熊留给你的。 说是因为大笨熊黑了咱们的系统，现在全城的增压机都不让用了。那笨熊不是已经被抓了吗？再不让用，那你就闭嘴，还能省电。 老熊做过什么？
我们的地图数据缺少地图数据，看来定位功能还没有恢复。呼叫老熊，老熊，我得立刻去火炬塔。 哎，是雷哥！哎，熊叔被抓那事儿已经传开了，你背着个……哼，你小子消息还是这么灵通，我要去火炬塔，这条最快的路。哎，明兔不说暗话，火炬塔外啊有个排风口，借风力上去最快啊。这通讯仪是熊叔的杰作吧？ 标好了，我亲自抄录的地图，只送不卖，谢雷哥上次救我一命。这通讯仪的定位功能，老熊没少问你吧？雷哥一眼就瞅出来我跟熊叔的小秘密了。其实啊，铁狗的终端机也被组织给拿下了。哎，那啥，雷哥，要不你试试旁边这台终端机？ 大力神就是掺了水的胡萝卜汁儿，我一个卖假药的哪敢藏什么军械呀？找军械，我这儿有啊！捡回一条老命，老王，哪里能找到变形钻？嘘，小声点儿，那玩意儿。 可是了不得的东西，组织之前派武师傅去铁狗那儿抢过，没错。哎呀，肯定被厉害的铁狗守着呢，你去找武师傅打听打听。
他准从我房间左侧的暗门下去，就是武师傅他们的落脚点。谢了。武师傅也真是不服老啊，得亏我的大力神呐、啊！你也来一瓶补补，你救了我，不收钱的。吴师傅，宝刀不老啊！哈哈，原来是小雷，你找我？我是为变形钻来的，听说吴师傅知道他的下落。原来如此，老兄被抓了，我必须要拿到变形钻才能上火炬塔，不管多危险，我……难怪了，你连当年的机甲铁拳都……组织曾劫过那钻头，最终失败而归。如今铁狗严加防范，你远离是非多年，如今身手如何还未可知。里间有几个机械傀儡，哼，不错，仍有当年王牌机师的风采，你这机械拳潜力无穷。这招只是小技，铁拳毕竟是机械，想增强它，终究还是得借用军团的机械之力。若你能找到数据磁盘，磁盘，适才。我也是听那铁狗所说，
他们的区域首领极恶也在下城区。吴师傅，时间紧迫，等我先救了老熊再去拿紫盘吧。小雷，并非我小瞧你，以你现在的力量，断无独自深入军团的可能。唯有先除去极恶。好吧，我这就去找极恶，拿到紫盘。方才我教你的蓄力重拳，除了制敌，还能砸开城区里铁狗所设的隔离门，你应该很快就找到极恶，拿回数据磁盘，再叫吴师傅打点分头下落。我小时候在这儿散步，没见过。
我回来了，吴师傅。失忆长技已制宜，用磁盘和这台机器能够帮你更快领悟。这一次，我看你应该先学跃升拳。 更多磁盘就能继续解锁机械之力。上回我们劫那变形钻废骨，铁狗们便把钻头安置在发电站的最深处。看守员，你有这铁拳助力，又习得了新的武艺，也许可以一战。多谢吴师傅教诲，我去了。右侧内屋的暗门用跃升拳打开，可以通往发电站。 欢迎光临老钱的店，既然是武师傅推荐来的，就给你打个八折吧。别小看这些货，都是我用正当手段花大力气寻到的稀罕物。以我老钱的信用担保，拼老鼠的信用，彼此信任，买卖才能做大。所以我早就退出书房了。老话说得好，道不同，不相。 多谢惠顾。
兄弟们，下城区的首领极恶居然被个兔子打散架了，休他没法修，直接拖去回收站了。咱们这停电，呸呸，别吓唬自个了，极恶那几个弟兄，不就仗着快乐大，才在我们面前耍威风。其实都是些草包，老大哪管咱们的死活呀！我听说了，那兔子背个大铁拳可不好惹，要是真到这儿来，嘿，你当发电站是什么地方？有军团最强的防卫兵器，再厉害也得揍趴下了。哎，别废话了。 师傅所说的机械怪了。 到自己送上门来了。
What?